愿望，就是走出农村，走出大山。我说我一心想读书，家里面又没什么经济收入。我爸爸妈妈都是农民，在家里面都干活，他们太辛苦了，自己看不下去。小的时候不知道有城市，连城市这个词，这两个字我都不认识，我都不知道是怎么理解的。我想城里肯定像个天堂一样。Every year, 260 million Chinese travel far from home just to make a living. They are called migrant workers. 12 million are teenagers. 给大家示范救生衣穿着法。首先，将救生衣。我要拍它。哇，它，我也要拍一张。第一眼看到广州的时候，感觉好豪华呀。我自己出来的钱都是我自己攒的，我攒了一年多。我家里面很贫困，我也没有电，一岁零几个月的时候不小心从那个床上摔下来，后那个煤油就倒在我的脸上，就把我给毁容了。穷人好像没有自尊。有一次有个女孩子她骂我，我就跟她说我穷怎么了，我穷得有自尊，我有挣钱的这个骨气。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长。每天就是8点钟上班，上到11点，有的时候还要晚。除了吃饭、睡觉的那时候，一直都是擦擦擦，就拿着片，然后就这样拿块布，看着镜片就这样擦。它就有苹果的镜片，有诺基亚的镜片。一个月除非你自己请假，还没有休息的。没有窗子，又安了个抽风机，都很少开。有时候都没有休息过，好像上到了3-4天吧，连续上了3-4天，没有就是眼都没有合过。只要有钱赚，我不管多累的工作也能干得下去。China produces approximately 90% of the world's consumer electronics, including 50% of the world's cameras, 70% of its cell phones, and 90% of its personal computers. The first month's salary is 3,500. I feel it's so high, higher than I use for 1 month. I said it's...我一边数，我装在兜里面不敢出去，我就一边数，不是等没人在的时候我就数，有人在我就不数了。我数了差不多20几次吧，真的数了差不多20几次。各位代表，现在我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过去5年政府的工作。我国制造业规模跃居全球首位，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3.4%，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先导性支柱性产业。昨天我是农民，今天打工人啊，城市的新主人意气风发，兄弟姐妹。这些都是这边，对，都是这一边。我就我们就帮了他们，就能拿到赔偿了。这些，这个是我们就住的也比较可以的，这一个个案就是广东的这一边人都拿到我们是赔偿。2004年之前是
拿不到的。啊，2004年之前是都没有名字登上的。对对。我平时在一家香港的劳工NGO做志愿者，接触的过程中间有很多都是接触有毒有害化学品所造成的职业病，有很多来自于电子行业，生产手机、半导体、电脑、相机等。化学品中毒呢是有一个很长一个潜伏期在这里的。其实有些工友可能呢他离开了个工作岗位几年之后呢 他才出现到中毒的现象出来，那都有。所以那个数字是非常之难去统计。你坐你坐。你像我们上回提那个110万是吧，嗯，那个可能是不幸的。是。像不像安汤是没说割好的，没说个确切数。嗯，他都是在摸。对。我要给这个拍个照片，没人好给他们看。都给这个东西要费点力道，不是你们帮忙了搞不成了。他原先客户每次问他都，开始都是说不能接触，要接触都要接触。表着你，那办公室的人不是这样，他能蒙都蒙嘛，能混都混嘛。那现在，捆碰是多长时间可以医院里混？他是没得固定时间。都干到不舒服都开。不舒服开。今天我写了个东西，我要心里话都写出来了，写个东西。让我看看。你看这个东西。总觉得对话说不出来，我给他写一下，写的不少。我的儿子今年刚刚26岁，正是青春年少时，可是不幸被查出患了白血病。因为他工作在电子厂，洗电脑底板那种水里边含带有苯，对他身体造成了这样的伤害。为了治病，我们一家人丢弃了家中的一切，来到了这里。Chinese official government data shows one worker is poisoned by toxic chemicals every 5 hours. Benzene is the leading toxin that causes occupational cancers. Benzene is a carcinogen widely used as a solvent in various industries in China because it's cheaper to use than other safer alternatives. It's been banned in industrialized Western countries for use as a solvent for over 4 decades.爸，你怎么？闲着的时候，我就会胡思乱想，我就会更想我的爸爸妈妈。我感觉见了很多陌生人，在路上走过的陌生人，不像家里面一样，见到每一个人都认识，都可以有很多语言和他们交通，在这里没有。在这里遇到的陌生人，你再跟他说话，他也不会搭理你，也不认识你，不敢选择跟他们说话。我感觉我命运改变了很多，不像我以前的我了。不想说话，我只想上班。每天快一点的话就差就是
七八百个。一开始找的这个事是麻木四肢无力。哇，之前当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以为可能没什么问题，结果陆陆续续这里好多人都有这种症状，又像是一只脚长一只脚短的。你平常只要一分钟两分钟，那天走过来要十几分钟，而且那个腿根本就拖不动，好重哦。走进医院的时候才听说过职业病的，也才知道我们用的药水是白点油。And hexane is used for cleaning screens in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 for faster evaporation and lower cost. It causes damage to the nervous system, including paralysis. You know what? When I was in Huangjia Hospital, when I was walking on the ground, I didn't even dare to tell my mom. When I was trying to get out of it,人们想出来的时候，出来的时候 想给自己的父母减轻点责任，没想到反而成了他们的累赘。现在已经做了28个化疗，我的骨头就会痛，骨头里面就会像啊很多蚂蚁在啃咬一样，很痛。当时得白血病的时候我才24岁，我非常的难以相信，因为我以前的身体非常的好，我在当特种兵的时候，在军事比武的过程中，我多次拿到过奖项，我这么好的身体怎么可能得白血病呢？我是苯中毒，苯所致白血病，职业性肿瘤。陈厂也是2001年。我们公司其他几个人病情已经复发，已经犯了，已经发病了。然后我就把他们搞在一块儿，然后通过我们几个人的共同努力来做职业病诊断。是公司先送我过来，因为有好几个人，他们一起把我送到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来进行诊断。他们提了袋子，提了袋子，袋子里面放了钱。我以为他们是交费，去缴费去了。后来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一分钱医药费都没交，然后就跟小易他们说啊，这些东西是不是？公司是不是在这里面，或者是有一些违规的什么的？这个就是我患病之后，公司对职业病诊断机构的一个送礼清单，同事们在公司的电脑中打出来这个东西。这个表就是一个补报的表，它实在数额也没有办法去找，但是肯定是比这个大得多，多得多。送礼的单位呢，都有省直方院、省卫生厅、省监督所、省卫监所、市卫生局、区卫生局、市直方所、区防疫站等等这些部门。然后最后我找到中级公司，他给相关的部门进行贿赂证据之后，最终诊断为职业病。人为的因素等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农民工维权是一个非常艰辛非常漫长的事情，很多农民工拖不起。我不能保证我们这样做就一定有结果，但是呢不管谁都不能这样说，我至少我可以尽心尽力，
让我做一个白血病患者的一个过来人的，我深刻的了解这个痛苦。过后他们在那里聊天说手机，他就说了那个苹果什么，他说现在你不要说苹果，现在我看到说了苹果我的就是头晕了，他说苹果凭那个命的没有，就是做这个苹果。龙死的冤不冤，是不是跟那副处长有关系，我们要来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我儿子养了这么大，刚好出去打工就受了这么的委屈，得了病他就是三个月时间强行解除他们的劳动合同，我们是感到非常之痛苦。我儿子就说死人不瞑目也是不瞑目，死人死了眼睛真的很大很大，眼睛都不能闭。每天早晨七点半，16万人开始聚集，人潮汹涌的一幕在不到3平方公里的厂区每周5天重复上演。富商公司呢是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厂，有100多万的员工，必须每5秒完成一次操作，每天重复5000次。苹果这个品牌是他最大的客户，占了他1半以上的订单。只要你有一个产品的概念，富士康能够在48小时之内把它变成商品，而且这个价格几乎比所有的制造商都还要更低。来大陆投资近30年的郭台铭对于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充满信心。这个时候正是我们投资最好的机会啊，尤其对人才的培育，对新技术的开发。如果说富士康能够带头改变生产环境的话，将对市场起到一个标杆性的一个作用。我们正在尝试推动整个电子工业改善工人的工作环境，使工人呢免遭苯的危害。我们也需要向富士康要一些资料，然后呢来进行这个职业病维权的一个程序，让他们提供一个环境炎的资料，然后作为职业病诊断的这个证据。那个不一定拿到，但是你要去问。喂，你好，你好，哎，我是富士康。今天声音请重播，谢谢。啊？说了什么？重新播。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对他肯定希望大了。你看从这个名字上我就对他的期望太大了，是不是？我给他起这个名字，我就是叫做鲲鹏展翅啊，鲲鹏展翅，大鹏展翅，从就叫他做大事嘛，叫对他希望很大。像你的笑话了，做了什么大事啊？一万步啊，看什么就一会儿想当科学家，一会儿又要去做什么开飞机啊，做机械修理啊，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多。然后最后连个自行车都没修过。咱没修，你看自己装了个收音机了，是不是？电子学校的时候。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先回家吧，看吧，先回老家吧。
回家吧。奶奶还坐下，还在念呢，问我们啥时候回去。6 weeks later, 27-year-old Ming Quin Peng committed suicide by jumping from the 12th floor of the hospital building. I was in the hospital be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o take my disease. I built a house and put myself in a place. Like a rat, I was hiding all day, hiding in the dark corners.爸爸，我从你老家带一个飞机，你老家有个飞机耶。真的吗？是的。后来，我觉得你作为一个男人，你应该承担一个男人的责任，站着就要顶得起一片天。我要活下来，我要活下来才能对得起我的家人。recall， 这你看看，在 recall， 一个人拳的话，他一个人拳的话，距离位置他在1米2左右，你要更，你要往后退一些，然后他有可能会往上跑。哎，喂，你好，请问您是那个兆威光电的苏经理吗？啊，是。啊，你们工厂是在哪里？就是说你们就是在跟苹果和三星这一些二级的供应商在做这样子是吗？对。坦白讲啊，我们是这样子啊，跟他的二级供应商在做。Apple denies any connection to this factory, where 39 young workers were poisoned by an exhale. 你好，叶苏先生。苏先生啊。This is the factory where Xiao Ya and her co-workers were poisoned by an exhale.The neurological damage they suffered mandated hospitalization for 1 to 3 years. 来，坐坐坐。哎，你好。哎，你好。等抽烟吗？来吧，尝一尝我们家乡烟，重庆的。现在除了这个弧形的，这个大弧形的不能做，这个好，那么其他的基本都能做。这个是六的是吧？哎，六的，六的。只要没有 logo 就看。没 logo 的敢做，有 logo 的不敢做。其实你们他们就没有直接下单给你了。对，因为可能就是说我还不是他的合作供应商，但是他的合作供应商因为产能的问题交不过来，又下单给我，知道吧？啊，通过中间两个环节，这样子的。但是其实做的东西还是从我们工厂。可以看一下你的车间是怎么样？车间可以看前端。哦，行。后端就不看吧。给亚迪，都给那个富士钢内部的啊，有中国转的很多手机，都卖给我们这边。就是说富士钢下单给他们的工厂，然后工厂再把这种单再下给你们。供货交给富士钢，他就直接出苹果嘛，对不对？里面是无尘车间，我们就不进去了。里面就专门是印刷呀。Both managers denied the request to visit the second floor where the workers were poisoned.Foxconn didn't respond to the filmmaker's inquiry about its connection to the factory. 那时候我们太傻，啥都不懂。那时候都没了解过这一行。我知道是那个我们操的那是化学品，但是我不知道是有毒。啊，化学品都是有毒素的，只但是我不知道那个毒素有多高，你知道吗？不是黄药水，不合格的，他后面拿来的那个药水都不合格的。是三车间散发出来，三车间散发。你没发现三车间的人更严重？都是得严重的。那时候买药水买便宜，活该，把我们搞成这样。买劣质品。他那时候我最气恼肚子是那时候，他都走不动路了，李梅也走不动了，爬楼梯都。他说是你带出来的传染病。
他说小是小黑带出来的病，他说嗯，你带出来的传染病，他说那个云南来就这个样，他不来就没事。你死了也不关我的事，后面掉了啊，行。说句实话，我们这波人全是窝囊的，像我们这个呀，什么都干不了了，回去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去黄冈行下。这段时间黄冈医院住院部内儿科呢就住满晒病人啊。他们呢都是来自同一间工厂的，都被确诊为同一种病啊。反正进了医院才知道是正畸丸，是周围神经病变嘛。当时可能是那个抽风没有完全打开，这是我们管理上可能出了点问题。但是之后记者去涉事车间看过，但就发现仲有少数工人在用紧正月院擦洗紧手机屏幕。他现在用嗱，呢边事故仲喺度处理紧，嗱，嗰边啲工人呢仲继续喺度用紧呢个吓正月院喺度做紧嘢。我哋真系想问一问呢间厂嘅老细啊，赚钱系咪真系比人命更加重要咧？今天有哪个人的书写能力比较好，把你们的故事，把你们的事情写成一个故事。我们这一块儿，我们称的是能够放下所有的虚伪，放下所有的伪装，来轻易相谈。你跟别人来讲，你说啊，我是中毒病人，他们都听不进去，根本都不觉得。有一种怀疑。隔离的问题，隔离的想法就是，哎，你这个中毒，你会不会传染呢？哎，对，会嗯，那是的。这里像一个监狱来说，像一个监狱来，我们有最基本的我们自己的人权，有最基本的我作为一个工人，我因工受到伤害，我应该有自己的待遇吧。我们每个人都学会上微博，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呢都在微博上发我们的消息，然后呢，我们加粉丝，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媒体。我考虑你啊，你把玩意儿整整给我扣了。儿子，你故意给我害死儿子，妈的个狗逼！厂里面我也没有三个儿子，我就一个儿子，你要老子金牛都给你们忙死狗逼！你们不知道，太黑暗了。我要不是把这海军的工人侠划我儿子，给我一个说法，大家都在冲了，给不是他，给我经验。新兴的社交网络，包括 QQ 啊、微博啊、微信啊，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福音。它能让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交流，我们向全世界发出我们的声音。爸爸工作了，以前跟你说的爸爸打电话和工作的时候怎么搞？不知道。琪琪，你过来，你不要在那捣乱。爸爸是不是用这个给你分了？是。啊？是。后面也有。好丑啊！怎么用个黑线呢都？荷兰阿姆斯特丹一家组织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关于电子行业苯中毒的会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在世界范围里发出我们的声音。在过海关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说，根据相关的规定，我不允许离境。在富士康工作了多少年，然后呢他炒掉你的时候，你医疗器享受了多久？发现富士康公司有这么多白血病患者之后，有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个时候呢，富士康做出了一个公开声明，声明他的公司呢不使用苯和正畸丸。那么呢，我们呢认为富士康就在说谎，所以我们就进行过相关资料的搜索。
直这些钱是从哪是问亲戚朋友借的还是怎么弄的？借了一部分，借了一点高利贷。短短的十年的时间，然后改变了中国三条法律。这个地方办公室已经被关闭了，然后当地不允许你在那里办公。国安各种暗示，我们最近接救助的工人中间，不小心踩到了大老虎的尾巴。盘子，不要跟他们动手。什么？这个是我们的。干什么？我们的。娜，你不要动手动脚。干什么？谁动了手脚？这是我们的东西啊！我抢东西啊！抢劫！他照相对着照吗？对着照啊，我在照啊。每个机构都会面临这样的底线。搞歪了，喂，东西是我们的，不要搞。为了帮助工人，然后就会更换不同的地点。失去右手的这个，他的名字叫盘子，是我的朋友。这个有地签事件之后，然后他就消失了，至今我都没有他的任何音讯。没有吗？嗯，没有，你可以先。你现在可以停。对，先做个登记，回头有什么事儿可以通知你啊，叫你啊。哎，可以吧？来。我也不懂什么法律，就是一边当个勉勉强强的志愿者和了解一下我这个病情的情况。对，就是这样。可以啊，都没有问题。我们的志愿者组成80%都是工商工人，就是经过我们这里的学习培训以后，他们自身有了自己维权的这个能力。你把这个看明白，然后把这上面的知识告诉志邦院其他住院的工友就可以了。做志愿者随时随地任何场合都可以做的。虽然我没有多大的能力，但是我想也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也能帮助别人，把身上那个精神全力以赴。很好，很好，这个很好。我感觉还是我家乡是最美，虽然它没有什么高楼大厦。我想我爸，想我妈，吃得好吗？睡得好吗？他们天天都在干些什么呀？可能又在田地里面奔波，虽然他看不到我的生活。我想回去为他们做顿好吃的饭，为他们洗衣服，打扫一些家里面的卫生。我受过多少罪，经过多少磨难，只要我自己知道就行了。不希望我爸爸妈妈为我担心，千言万语的说不出，就是看不见他们，有家不能回。好啦，去看爸爸。爸爸怎么了？爸爸感冒了。怎么说啦？你说爸爸你好点没有？你说你好了，我们就回家。啊，你给他说好不好？星星，你想我了没？哦，啊？那时候我和他认识的时候，就是他已经生病了。在厂里面嘛，人家都知道他有那个病，然后对我的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别人都
都在我背后指指点点，说这样那样的。到2007年年初的时候就结的婚，我都没敢告诉家里人，都不知道他生病的事。是第一次说富士康，这个患者，然后家属啊，我们第一次碰面。来的是有五个富士康的家庭，我们已经有的资料的，已经有20来个人的富士康患白血病的资料。据我所了解的，富士康工作过程中，他也存在很多违法的地方，对吧？一龙妈妈在政府的拿了这份资料中间呢，她才有说她那个车间环境，有激光、苯系物，还有 X 射线这些东西，但是在我们劳动合同里是全部没有的。这个她已经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的防护这个环节的告知义务的一个环节。你们自己生了病，老是干嘛要赖着我们公司里面？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那么多这么多人没生病，为什么你们生病呢？他就说，老师就说是你自己的事。我儿子、我女儿已经患了白血病，等着救命的时候，你断我们医保，请我的工资。向政府直接向政府讨个公道。今天这个富士康，政府管不管得了？就是这样。讨个公道，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们只要团结在一块儿，相互帮扶，咱们一定能够走得成功。英国《每日邮报》刊登了深圳富士康员工疑因化学物质罹患白血病的报道。英国《每日邮报》14号报道，深圳富士康员工疑似因为赶制 iPhone 6接触化学物质罹患了白血病。《每日邮报》引述医师的说法，20岁左右的年纪罹患白血病十分少见，包括香港 NGO 组织和白血病员工家属都认为是厂区内用来清洁电子挡板的化学物质所造成。来自香港的 NGO 团体串联台湾劳工阵线等团体今天召开记者会。与会的劳团表示，将在25日的鸿海股东会上正式向董事长郭台铭递交陈情书，要求改善在大陆工厂的生产环境。我们要求政府正面回应，全党出来站队。场部署大批警力，就怕双方发生冲突。即使外头抗议大吵，里头股东会继续进行。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忍不住大动肝火。从英国到香港到台湾的这些走狗，我不去跟他们回答他们的问题。鸿海强调，旗下员工的健康安全标准和政策都符合国际及当地法规。富士康表示，经过核实被诊断出患有白血病的员工，广泛的分布于不同客户、不同产品线，他们并没有接触到报道当中所提到的有害物质苯。他说他们演闹剧只是为了要钱，也是正面反击。我们这3位员工里面有一位，我们为了帮忙拿治白血病花了100多万，就有另外一位因为已经事先过世了，那个事先死掉，他觉得不公平，他没有拿到100多万，花100多万人民币啊帮他治病，就那一个事先死掉来了，你死掉了，那我怎么给你钱？那我要那100多万。对于郭董的呛辣言辞，劳团不排除提出告诉。那我今天告诉各位，这一些所谓的从英国的小报，他们无非是要打击苹果，打击中国的制造，打击鸿海富士康，他们根本不代表什么，这个你们不要给我建议，律师官司都不要给我建议，我非常清楚，我非常痛恨这些英国的小报，你们多多的管管你们自己国家的事情，你们家里，你去查查你们戴安娜王妃怎么死掉，少管我们这些事情，对的，你们。The Foxconn Technology Group states that it does not allow any entity within their company to use benzene or an hexane, and has not procured or used these chemicals in any aspect of their operations for many years.
thank you so much for your, for the invitation. And Jason from Labor Action China, it's a Hong Kong-based organization, and we are working a lot on occupational diseases. You see, Ye Ting is he is one of our workers, and he is based in our Guangzhou office. He developed benzene-induced leukemia when he worked for a CIMC. Ye Ting was denied permission to fly to the U.S. to attend the conference. Hey, Ye Ting, 你好。我们这边呢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他们都很有兴趣，都听一下你的事情。在我们调查之后，发现富士康在深圳观澜的厂区就有多达20个白血病，苹果的代工厂。然后呢，在工人患了白血病之后，富士康公司一直说，工人的所患的白血病与工厂没有任何关系。Actually, I think that the brands are the most responsible, so the profit goes to the brand.And actually for instance, like Foxconn, they only get like $4 for each device they produce for Apple. Electronic industry is basically a chemical industry. And there are thousands and thousands of chemicals being used. An overview here, very few of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emicals in use have been adequately characterized for their human health effects, and even fewer for their environmental health effects.The rate at which we identify and classify carcinogens is woefully inadequate, simply pathetic. We review maybe a couple of chemicals a year. 这些工人，所处的工厂包括索尼、飞利浦、三星、苹果等大品牌公司。The real problem of this electronic industry is.The absence of watching eyes. The worker safety group, Banalim, has documented more than 200 cases of serious illnesses among former Samsung semiconductor and LCD workers. Part of his battle has been getting Samsung to say which chemicals were in use, but an Associated Press investigation has found that at least 6 times South Korean authorities have, at Samsung's request, withheld that information. Samsung says it fears trade secrets will be exposed. The brand.That's also the level where the money is made, where the profits are made. They should stop hiding behind trade secrets. They should provide transparency about the chemicals that are used in the manufacturing process, how these chemicals are managed, about the exposure levels.在我们老家，小孩子到了12岁的时候，都要办一个成人礼。今天呢，就是我侄儿子也过12岁了。12岁，哎，想到这些事情，我也感到很恐惧。
心很不甘。因为家庭穷，你妈身体又不好，没办法才让你出去打工啊。如果不去打工啊，身体也不得有这种情况。发的也不见钱。那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厂里都应该负责，是吧？活我们应该健康身体。你想开点儿，如果是没有了费的话，我现在都活不成呢，是不是？这都慢慢来嘛，压力也更大。天天光帮人家，谁帮你了？哎，有没得人帮上你了？也没得事儿。我希望有人帮上你噻。该走的走，心善积德嘛。该走的走。嗯，希望别人看得到你的善心，有人能帮上你噻。这就是我们的家。所以一天到晚都在外面漂泊。他今天坐车上他跟我说，要是以后我们有钱买房子了，我们要是离婚的房子就留给儿子。我说我们怎么可能离婚呢？我知道他说这话的意思，他就是不想，他就是想用另外一个方式说出来。我跟他说，不管你怎么样，我都不会和你离婚的。由于我们今天来的都是苯中毒患者，然后呢中间写一个中文字就是苯，然后呢就是禁止使用苯，这就是我们代表的我们这个意思。就目前来说，防毒中毒危害公约这个公约中国还没有签署，我们就是想然后怎么让中国也签署这个公约，以后我们的子女谁能保证他不出来打工，谁能保证我们能养他一辈子。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发声，通过自己的个案，通过自己的经历向公众诉说。近来啊，一批因苯中毒而患上职业病的工人就忍无可忍，联合发出了一份净苯宣言。本开始的有个人的一个单纯的一个思想行为，后来逐渐转变了一个群体的一个群体性的集体的一个行为。企业的道德在哪里？企业的道德在哪里？再多的赔偿对于工伤职业病来说都是无法挽回的。几个人进到医院，六个人每天的集中的那么天我希望来参会的各个团体都能够为中国的苯中毒危害情况来进行宣传。It would cost less than $1 more to produce a smartphone without using benzene. Companies need to make sure that everyone, all workers.In the entire supply chain are safe. Apple announced it's banning the use of two chemicals in its factories after petitions from labor activist groups. The groups, Green America and China Labor Watch, urged Apple to stop using benzene, a known carcinogen, and in hexane, which can cause nerve damage. The company announced its decision Thursday, saying, "We're committed to removing toxins from our products and processes because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safe product and a safe working environment."No one in our industry
is doing more to improving working conditions than Apple.苹果，他发留言过证明出来，这个证明是服用了这消费者是假的一个证明，他说他的产品，他那个该成本呢，最后那个工具不用本。他这个，他整个手机生产下来，他存他的那个塑膜成型到后面打孔组装，然后呢那个一晶体的擦拭，还有里面那个垫板的清洗，他整个环节都是要使用清洗剂的，这些清洗剂是含苯的。富士康他说没用苯。 你没用本，但是你又没有用什么替代的东西，也没有用什么改善的一个措施，你怎么能保证说你没用本？没有，是吧？对付这个富士康啊、苹果，但是我们真的是，大部分是大部分叫我们去找，你总有人要去动它，对，推动它，而且没有人都去动它的，它更加可怕。 本是用喺非常之多嘅工業上邊，運動用品啦、玩具啦、印刷啦、電子產品啦、裝修嘅材料都有含本嘅產品喺裏邊啦。唔單止係工作環境會接觸到，就算係消費者都會接觸到呢個咁啊。 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is not a battle against any one company. It is an industry-wide and global issue. Safety must be law. You're killing us no more. We are looking for a movement, a global movement of consumers to change the industry. At the moment, consumers don't have a benzene-free choice. There are no benzene-free electronics. But consumers can ask and can get in touch with brands and say, what is this whole issue with benzene? I'm worried and concerned about benzene poisoning. And put some pressure on brands. 路会很艰难，但是就非常有信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一传十，十传百，我们。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取得进本行动的这场胜利。广东省最近对非政府组织的打压更是进一部升级，将四家主要协助劳工维权组织的负责人还有员工共带走了15人。南非燕负责人何晓波已经确认被刑事拘留。Today we are here to protest agains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oppression of basic workers' rights. Activists, we will never be alone. Our fight will never end. 如果我们对任何的员工有任何的这个不合理的要求，我想我们好老早这个员工也不会像现在，我们要一个都会来三个，我们这个不在乎人家怎么样抹黑我们。爱心是我们的企业文化。 爸爸妈妈，你们还好吗？
我虽然没有在你们的身边照顾你们，你们会原谅我吗？要相信自己是一个坚强的人，是一个勇敢的人。我要加油，快乐地过好每一天，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努力。